管谁人知。人生路苦茫了解，千里难相，风也难定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向前一步，大刀归阴阵。郭伯老，你不能做戆代志。关老爷，是我连累你，你安尼都是我害的。我老何甘愿用我的生命来救你？我袂跟你讲遐多，我只是听令，我哩只是离开这所在，去。关老爷，请你多多包涵，这边小孩袂当我再听你的命令啊！郭伯老，千万袂紧张。跟着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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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既然你的手下这么想要死，我就成全你啊！你敢？我就让你看卖呀，我到底是敢还是不敢？老哥！就要出赛啊！相公，你相公啊你！关老爷，我高在我，嘛要讲个，去用炸药炸家己。自从对你了好，我已不会晓反思。拢爱动脑筋，你讲对无？
郭志英，郭董，关老爷，是我不老用，靠背啊，我那无得救你，你这死去养尸，你有为小鬼受过无？你有为受过无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啊。小鬼以后有三万照顾，这是好苦，这是好苦。不求你，我良心不安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你敢为我伤过？我起码就看你为我牺牲。我搞不懂什么，关老爷，我是不是做唔对啊？你我做唔对，你我做唔对。你这句话，我都会当。安心去啊，老公，关老爷，请万良在下，以后我都为你好。安尼对待我，我袂阁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代志啊！良心？哼！蔡天骄为着良心害着伊家己，良心是算啥？只是个爱事。你若捌代志，蔡天骄留落来，无可能。你一再反对我，你甘着无顾蔡天骄佮你阿爹性命？这阵年来，我每项代志拢听你的，就这件代志，我以为坚固。我不要紧。别走！花天娇，我就无相信你会当躲偌久。天娇，敢有要紧？我不要紧啊。你一再反袂多少，伊若想要对付你，是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即摆已经毋是金义卫副统领啊。你，拢是我害你。你莫安尼讲，这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为着我，你放弃你遮好的前途，我好得好利，生你这份情的。只要一个人救你，我什么拢不管，什么都拢无重要。草主，我嘛希望会当甲你做伙，也毋过
我即马已经中毒啊！你中毒啊？为什么？为着要救你，我吃毒素和我的毒药。为着要救我呢？你会当为我死？我现在袂用的嘞。莫念，那是多几年。我不爱，那是为着要活命，爱受伊控制。我甘愿死，嘛歹顺迄个妖刀的意。有啊，我想有一个人会当救你啊。什么人？我爹。我爹敢那无伫诶，这看起来敢那足久无带人呢。变哪有可能？我要离开京城诶时阵，过来找过阮阿爹。阿爹，阿爹。哪只垃圾？你确定恁阿爹住伫遮？我本来是确定，但我即摆安尼看起来，还是变安怎？我阿爹无住伫遮，乃你的毒。是安怎？林娇，我规身躯拢在疼，我想应该是毒发啦。星子，林娇，小弟来一下，我先来找看卖，敢有什么药啊？针对这你身躯的疼。哎呦！活该哟，兄弟，活该哟！阿爹，是不是有人在叫？不对，是我阿爹的声。我母亲的声，敢若贴近远所在呢？是不是有密室？无可能啊！家都喊遮济年，从南财公家够密室。干嘛搁会忍耐？我会当搁忍耐一下。咱找看卖啊。秋叶已满山。
嫂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祖，阿爹，阿祖，害你马上叫你，我马上叫你，千万别碰。你那个说的有鬼，我转身给你弄登去，你以后就变成废人。阿姐哪有？伊在哪来对待你？原来拢在骗我，伊拢在骗我。阿爹，你是害你不好，我无良知发现是我不好，是我唔对，这不怪你，我怪你了。你跟我讲，这个人敢不是多少？现在你会叫阿爹嘞？伊是多少？伊嘛是阮阿爹。不过伊不是太平官的多少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过，爹破病的时候我讲我苦衷。其实伊也讲我爹是伤心啊，有这多钱？多钱？丁娇，我问嘛，我的媳妇嘛是高富丽种的，其实我是多准，我是听我阿姐的命令入宫的，所以。我马上就顶替别人的身份，这位姑娘，阿准是一个好主，伊为了我，不得不听命我小弟赌钱，不得不温暖伊家己的身份。天娇，天娇，你来开饮来。阿爹，你是怀疑天娇？伊是安怎？天娇在要救。接着阿姐和叶凤金凑孤单，阿爹啊，你爹是无爱救天娇，我家除了阿姐，只有你有办法通好救伊啊。小弟，你实在太狠，你等下和这个姑娘和阿凤金凑孤单。阿准，你今日提金针，叫我分有时间。姑娘，你休看忍耐，等阿准替你时间了，你的痛苦自然会减轻。爹，阿准，你伫香港的新丰、布隆，搁下一针；伫脑后、风池，搁下一针。多谢阿伯。姑娘，你别谢我，那是别谢多谢，你应该感谢阿准。阿准，这位姑娘，佫需要转一贴药啊，服用。我讲，你等下去准备。哦，我等下马上准备。嗯。啊，刚这位姑娘，我小弟是为什么对你下毒？我嘛不是真了解，听讲伊挑选810名少女入宫。原来伊真正开始练重心丹。阿爹，这你也知？就是因为你阿姐练功走火入魔。需要重仙丹来解救伊家己，这陷害我，把我关伫遮，逼我交出师父所传的重仙药。对啦，阿伯，听讲我出世的时阵是你替我接生的。我替你接生的？是啊，我叫你蔡天娇，阮阿爹是蔡一刀，本名蔡九虎，你敢有印象？原来你是蔡天娇。目睭认识嘞，已经过20年，你也变这大汉，我
我会记得，我当然会记得。你的名是我号的，天骄，天之骄女。天骄，本来我三岁时阵，所看到迄个查某影是你啊。恁两个人的缘分，在天注定。对啦，阿伯，我娘娘有讲，我出事的时阵，你送我一个七卡玲珑做纪念礼。这七卡玲珑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是安那每一个拢要得到伊呢？这，我也无啥清楚哩。这是当年师父传落来的物件，听讲这是炼长生丹的关键。见了伊，炼长生丹就真可能走火入魔。原来这其中有这种玄机。玄机不只是安尼啊！刚讲七卡玲珑，还阁有啥物秘密？并毋是啥物秘密，你是关于天骄姑娘的命中大劫。命中大劫？当年我替天骄姑娘接生的时阵，捌替你算过命。你伫二十岁迄年会拄着大劫，若有喜事相冲，一个当躲过此劫。我今日拄好满二十岁，无唔对。当年我看阿俊，甲你非常多缘，伊的命盘也甲你十分相配，所以我才自作主张替殿下这门亲事啊。原来爹讲已经了定亲，这是真实的？这是当然的，而且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向你提起七卡玲珑的原因。当你找到七卡玲珑时阵，顺便会当找到你未来的家后啊。原来我已经找到未来的家后啊！你是在讲啥啦？天骄，咱两个做伙经过遐尼啊侪困难，就无敢咱一人做伙。我当然希望我会当好好照顾你一世人。今日我就伫我爹面头前，我才认真来问你，你是不是愿意替我做船？天骄，你若无计较，今仔日正是你甲阿俊成亲的好日子。想袂到，这二十年前的约束，竟然会当成真。命呀，这一切拢是冥冥中注定的。啥？你讲我生日去用阿德的惊啥？怎么要阿德去大楼？娘娘一定要想办法叫阮孙兄。阿雪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哎呦，阿生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呀，伊有危险，当然嘛爱我出面来处理。找方叔，行。娘娘，袂赴我啦，万一孙兄洪阿离要大楼，哪能要救伊都无遐尼简单啊。阮水无得救金花吼，咱两个来。娘娘，阿唔过。哎，皇上若是怪罪落来，哎呦，你是咧惊啥？有我伫咧啦。假使皇上若是怪罪吼，连我随作甲怪入去天咯，安尼用的无？行，开门。多谢你，老先生是犯什么罪？你什么人？阮准你给阿回惊。这。Yeah.
经理，老先生是犯什么罪？你什么人？阮准你给押回去。这毒品分控制，我是依法行事。控制？因为控什么性质？太平官怎么效力？那是本校下的意志，叫伊放人，所以安尼无算控制，紧甲放开。请娘娘别为生为难。我甲你为难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敢关大明朝的大国师，你就是咧甲我为难。先嘞，我甲你放开。娘娘，千万不可，大明朝入犯，不可不准。先嘞啊，这即马什么时阵嘞？你搁咧管什么入犯？你是为了天下百姓重新伫咧设想嘞啊？你袂用咧死的啦。多谢你，即马谁放人？李新刚。喂。我奉孝呢哈，你连奉孝话都不爱听。李清遵照大明如法，恪尽职守。若控制中央投票，是以圣旨行事。圣旨？你当作我毋捌看圣旨吗？我毋知影我臭脚吼是食着你什么药啊？乌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竟然敢要关大明朝的大国师，伊吼紧早晚就变昏君来矣。我讲，我讲讲，顶是是非，奉上加多。抗命红兄，抗命红兄！领军，下老兄。无昏君啊！红兄，迄多情人哦，讲要关大明朝的国事，安尼敢对？是我下旨。臭头啊！你是咱下旨，是咱要来做。我来做，有我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你也甲我讲个清楚哦。哎呀，为滴哦，林美国之君，君不许个，我讲了准都算。嘿，你讲的准都算，我才无甲你信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若牵涉到阮先生的代志哦，我就拢要管。我甲无。你管的哦是后宫代志，若要管朝廷文武百官生死哦，哎。别了想超过啊！嘿，我娘娘，请听微臣意见。微臣刚刚控制，再落第三四道啊！皇上将微臣派入大牢，这是一个明君应该有的作为。请娘娘莫为难皇上，为了微臣，违抗大明朝的律法。所以啊，你，先生啊，我甲阿秀就是为着要救你才来呢。啊，不过，人无领这情。老叔，在，把老兵关起。是。同学们，搞活动。喂。我讲话你敢不听？我就是不爱听。哎。要如要反哦，我也袂反输你啦。你若敢关大明朝的大国师，你就是说连大明朝皇后都关起来。将老骗文押入大牢，不准任何人接近。千万唔通怪我，我这只是奉旨行事。虽然讲你是奉旨行事，这样我多吓你，敢是？老兄，你无必要跟我拌嘴，加用一寡心思，想看卖你以后的代志，你如何交代？控制一罪，谁也无法度救你。你怕什么呀？处理。哎呀，我啊，大妈婆，
老公老婆，我们在计较啦。无啦，我唔对，我甲你下死嘞嘛，莫阁生气啦。下人讲哦，宰相巴肚会天船呢，我讲那是君临天下呢。嗯，是嘞哦，死马刚去台啦，死马。哦，你也知咱君临天下唔哈？你伫咧天罗当众人个面头前都啊无面子嘞哈？你即摆是安怎？大路大头甲我扇嘴过，人安尼才来甲我回失嘞，无效啦。无啦，我唔是迄意思，我意思是讲哦。免解说。嘿，即阵是我咧破病，我着小病呢。啊，你小病我严重啊！你敢怪咱大明朝的大国师？嘿，我是秉公处理呢，老偏违抗圣旨，本来抄家灭族的呢，我关一个人，算真尊重伊啊！你是？啥？抄家灭族？臭头翁啊！你真是咧起痟哦哈！你敢无听人讲，官兵是有所不穷的哈？阮先生哦，真是心机妙算啦！伊早就知影你这个皇帝哦，最近伫咧乱来啊，所以伊才会敢控制哦，继续阻止你哦，唔通安尼做一寡天罗网的代志。你敢要来抄家灭族？嘿，大家伙，啊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来甲我讲什么官兵有所不穷，我就问者，我这皇帝是要做唔做？老伙若私底下来甲我讲哦，我可能阁会听。啊！不过这届哦，伊是公然控制的，无共款啦。那你是下海什么性质呀？哈？喂，你去阿边的太平馆，你敢有问我？喂，你要征召少女入宫，你敢有问我？而且我坦白甲你讲，叫太平馆免交人是我的意志。安尼有才调，你甲我抓起，甲我抓起，甲我抓起。大哈无，我征召少女炼丹是为着要治你病，你定当怪我。好啦，莫遐激动啦。迄多金人哦，拢爱乌白讲的啦，要征召少女炼丹，我看伊是咧笑咧炼丹啦。啊，不过事实讲哦，你好真正呢，哈？别跟你讲啊。好啦，大家伙，我知影哦，你真爱财嘛，真惜钱，不忍心哦，处置老伯温。啊，不过这届哦，伊真正是公然控制呢，我若放伊煞哦，所有文武百官，我是要来交代。啊，大明江山这么大，我是要来管啦。哦，听来听去，总共一句，你就是牺牲老伯温来维护你帝王的子孙，就对了。你，我哪有牺牲伊？啊，伊犯罪，我照大明如法处理啊。那咧，大明条明君，我请教你一下，老伯温以前的功劳咧，总安尼准拄好啊？伊的功劳，叮咚的嘛知影，所以无灭伊的家族啊。哎，你敢无教育？哈！臭头啊！明明我咧气死咧哈！你为着我这个病，要抬忠臣，啊，搁要害遐少女，我阿你讲啊，大明朝吼无我这个皇后会用的啦，绝对免个无大国师啦！我即摆，爱你随时把老皮阮放出来。无用啦！你真是要甲我作对？无用啦！你真是要甲我作对？哎呀，大卡无，我也是你甲你讲道理啦。你讲的无道理啦，我讲的较有道理，把老皮阮放出来。你安尼是你骗我嘛？你哪是你讲道理？而且哦，若真正要安尼讲，就好好讲，莫遐大细声啦。你嫌我伤大声就对啦。哦，你意思是讲，我若较柔软的，啊，甲你拜托，你就会放老皮阮就对了啦吼。你捆绑捆，你免含定啦！我无可能安尼做。大家伙，我甲恁臭头翁呢，啊，甲奶一个无要紧啦，吼。我若甲你奶一个，啊，你就会放老皮阮啦，对无？无讲话意思是安怎？我阁问你哦，最后一摆机会哦，你哦，你要放人啊，歹放人？君无意见，唔放。好，出去。我唔准你待伫我房间一卡，你即摆甲我出去。出去。
莫待伫你房间。对。大脚步，找咱的房间呢？什么咱的房间？这是我的房间。你有三间着，因为你有足侪块伫个遐，你看要分去倒一间房间？你出去。大脚步，你明明知我敢对你伊个。免阁讲啊，快点哦！我袂晓使奶啦，你去找一个使奶的红娘啦。你哦，我袂做你这红红滚的红娘啦，你甲我出去出去。你莫激动啦，大脚步。你好好休困啦，我莫甲你吵。我来技术帮忙啦！啊！啊！这谁来赶出去？啊！意思就是我爱放人就对我啦，把我气死！国五公，就是天地上到上好的日子，我会当开始炼丹。行，向下沟通。李白，郭大人，郭大人，请坐。多谢大人。你就莫遐搞勒索啦，郭大人。即个你太平官，你的功劳真大。我要去面圣，我会把你的功劳给你功劳补上。多谢大人。好啦，又免客气，坐。郭大人，即个你太平官对付老撇翁，咱两人会当算是并肩作战，以后就是一条心一家人啊。郭大人，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？第一，为着今个会发生啥物意外，810名的少女已经照大人的意思安置伫咧动手，我嘛已经加派人手防备啊。真好。第二，初巡反叛的大人将蔡廷娇劫走，小夏认为应该要发出通缉令，将伊两个人抓倒转来。唔通，大人，蔡廷娇是伫我的目睭前，互人劫走，若是讲出去就无好听了。大人讲了对，也毋过，安尼毋着随在伊两个人逍遥法外了。免费先啦。我会分紧出库单，会让因两个人主动来找我。大人高明啊，莫怪老佩文甲何伟勇都不是你的对手啊！天注定的，不怪。我是看到你的时阵，都对你一见钟情。只是我当作是有万分的心，才总是记在我。我承认，我捌喜欢迄个自称是教主先生的老撇翁，后来。伊煞变成害死我爸母的冤仇人，我的心情真复杂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做。后来阿秀公牛伊出现，我才知影，对老皮阮来讲，我是伊的知己，是好朋友，一切拢是我家己一厢情愿。一直到你的出现。那是袂经过遐尼啊，一风风雨雨，我初阵哪可能甲你成亲呢？这一切，一切，拢是天意。有人讲，义弟无计报，难得有情郎。天骄，只是对你受较委屈，就遐尼简单的结婚仪式。阿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弥补你。一切拢无重要，富贵无算啥物，只要会当跟你平安做伙，迄就是我上大的愿望。
阿俊，你这么拍算要安怎做？我本来拍算要带阿爹，还有天桥应急三天，从此不问世事。啊，不过这摆使人怨恨的是，也是利用我的名为非三族，这件代志我袂当无管。阿俊，你若是走火入魔，你爱阻止，更爱解救伊。阿爹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若是孤亲无亲，心肝落毒，反背绝对是袂有好下场。我希望你搁转去伊的身边。阿爹，我无想要搁再过迄种完全无身份的日子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现在也可能只有刘碧云会当帮你的忙。刘碧云，我予你阿姐陷害，这个龙都教唆，除了恁阿姐，也只有刘碧云能解。假使我是预料无唔对，刘国师即摆应该伫咧天路啊，我即摆搁咧躲，根本无这个机会看到国师嘛。这就是我希望你转去恁阿姐身边的原因。而且今麦完全无爱相信我，搁再讲，爱天骄若转去，敢是更加危险。恁阿姐爱滴的是少女的天规，今麦恁已经成亲了，对恁阿姐来讲，已经无什么路用。阿爹的意思是，就算讲我转去，伊嘛袂找我的麻烦。应当是安尼。啊，不过万一，为着救阿爹，为着揭穿伊的真面目，我愿意冒险。回家了，一定爱甲国师联络。我想国师一定有真好的办法。海里出面，紧去吧。片面阿娇孤独化，又搁爱上课。对啊，莫醒来。体谅我的苦心，无采阿婆怎啊久啊，我无了解。哎，启禀皇上，多金林求见。哦，紧叫伊吧。是。多金林，是。叩见皇上。开。谢皇上。多金林啊，你得为着医治红药病哦，唔惊辛苦，千里迢迢走太平关。真感谢你，这是微臣的本分。啊，是讲多钱啦？那真正有迄八百一十名少女的天规，啊，红药病，敢真正会当长进？这是当然，微臣以性命担保。啊，你放心嘛。啊，不过真可惜啦，恁大下步无得讨论我的苦心呢。这是皇后为天下设想，唔敢让皇上忧心，也唔愿意扰民。有这么民主的国标。这是天下之祸。啊，我也无想要闹遐大啦，但我无多嘞，为着要救皇后，任务只有来做歹人，给刘碧云哦，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啦。刘碧云这个行为，心内底虽然有百姓，却无皇上，这实在是罪该万死。无唔对，伊对心肝内有百姓，却无我这个皇帝，阴险高人哦。留一个好看的名声，错无想到啦，把伊皇后病也无医好哦，我心肝内偌艰苦呢。请问皇上，皇上敢会用决定何时心得票温？请问皇上，皇上敢会用决定何时心得票温？伊讲，多钱呐？啊，你个老朋友也是老朋友啦。他说定那个破烂相当，你敢会当过？这，心虽然是个人无情，
但是这也无法度甲君臣之义相比。所以君为天，皇上是微臣的天，抛弃私人的友情，这也是应该。这才是忠臣。假使朝中文武百官拢有你这种想法，安就好啊。就是惊讲哦，有一挂人心肝有啥物企图，甲抗议呢，讲我乌白台太过忠臣，安尼啊沉哦，以臭万年呢，啊。皇上免烦恼，只要好好选择心腹者，就会当让天下看清老伯阮的真面目，也会当让天下人体会皇上的苦心。哎，老伯阮哦，都辛苦死，根本就无甲我放伫目睭内，才逼我安尼对付伊嘞。哎，是讲哦，看在过去的功劳哦，还是甲看卖者，看会变哪解释？啊，皇上，皇上要记老伯阮，啊呐。娘哟，朕准袂当予伊，予别人信啊！娘哦，做些听官袂晓讲的，吼，行行行，你这。